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嚼不不掉的。今天是礼拜三，在彰化的西湖夜市。啊，开始之前，一样跟大家说，我们中秋节是休息，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，它会影响到礼拜五弥陀夜市跟礼拜六的斗南夜市。哦，中秋连假那个礼拜，那连休四天，我们礼拜五、礼拜六是休假的，所以不要多跑一趟。礼拜日马光黄昏市场就会正常营业了。哦，那宅配的部分，目前现在网页全新改版，你如果有在用宅配的，只要现在你要采购的话，到 yo5858.com.tw 那边去申请入会。哦，入会是不用付费的哦，不用钱，公司额外会送你2000块的购物金。好，那购物金折抵方式，你入完会他马上就给你，那你第一次采购就可以折抵掉。那折抵的方式就是满千折百哦，你买100元就是折10块，买1000元就是折100哦，以此类推。好，那折抵是没有上限的，你要一次折抵完也可以。那你只要入会的24小时以内有下订单，在48小时以内有完成汇款，就会再多送1000块，总共会送3000块。那后面的这1000块是你第一笔订单完成之后，付完款3天以内会入到你的会员账户资料里面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分开的，2000跟1000是分开给的。2000是一入会就有了，1000是你第一次采购完付完钱成功之后3天以内才会用能够方式补进去。OK。以上几点？哎，我问一下大家，有没有人这个礼拜就要开始考的？有打的，有要这礼拜有要考的，加一一下。我现在开另外一只手机来看。哇塞，2分钟就200多人了，注意哦。哇塞，2分钟就200多人了，注意哦。有没有人问标题？标题就是干掉阿妈来的，干掉阿妈。还没开播就来这里等，把庆哥阿喽，易胜，把庆哥黄家志华树德龙谦文德，那个小豪年堂 ，LWY 平平耀仁宇峰贤达庆宏光泽志成瑞祥，留2包贡丸，你几点要来？云尼可。云尼可哈喽，云尼可新朋友，小文素德，建安呱呱福哥，苏婷，阿志，中华，苏婷，聪明，那位恐怖的人物在这里，你没有看到一点杀气？玉兰、三明、严明、秋平，哇，好，点完名了。啊、你吃就好了啦，那什么麻辣哦、喔？你吃歹啦，那神在做的啦。神在做的。这在做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你们都要介绍一下。土豆烙，什么？什么烙？土豆烙。有啊，我有摕啊，你不看我手摕一个？我这哦，伊即马开机在做呢。哎。我一个啦。有啊，我摕，唔免啦，安尼就好啊。我一个啦。有啊啦，我一支手尔，我一支手尔啦。好，我等下食了，我要食，搁摕就好啊。好啦，等你啦。好啦，我要搁讲话的啦。等你啦。好啦，你妈咧，我会惊。你妈咧，我会惊。等你再搁讲。好啦，我等下要吃到你啦。谢谢啦，谢谢。奶奶。你真正。我捏一条。你都有强迫症呢，你。无啦，啊你不吃，鸡腿就无。好啦，谢谢啦。我袂啊，我闻你袂吃那个，搁咧臭。好吃的古早味。无啊，无咧袂惯。搞一个小芒果无啊？四个都在啊，那个陈婆好像是装水还是不知道是哪里。四楼 ，Hello。哎 ，Allen 黄的啦。Allen 黄 ，Allen 黄，你好。Allen 还是 Allen？ 还是阿 Allen？ 还没准备哦。下面一个在卖。滴滴滴，Hello。晨家，哎、欸，居然只有一个人这个礼拜要烤肉而已、啊。有人这个礼拜要烤肉吗？有的加一。哦，我都无法多行。可以说一下自己
说一下自己是礼拜几跟礼拜几跟礼拜几要考吗？来，是吗？跟麻辣啊，这个是麻辣。哦，我唔捌看过鱼诶，麻辣一般拢是。臭豆肉。哦，臭豆肉。不是麻辣。啊，无麻辣是啥物？麻辣嘿，麻辣嘿啊。麻。我们都拢讲麻辣啊，反正拢讲麻辣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毛熊盖整盖要涨吗？讲一电话才开始直播，我都要先把宣传的事讲出来，尤其是一开始，因为人家影片回放一开始点进去也是先看前面的。过敏不能吃花生，有啦，我比较少吃的。他不会打人，他只会斩人而已。你该斩的样子。哦，我也知道。西湖边是在什么路啊？我唔知呢。你直接 Google 西湖星期三夜市有啊？一定害怕星期三开始接的哦。星期五考到星期日，太爽了吧！秋香哈喽，哎，秋香也很久不见了。OK， 对，就是那一个秋品，就是那一个。立州哈喽，是 Steven 哈喽。韩可涵，你好。朝天宫附近，我知道啊。朝天宫外面有很多那种传统小吃。阿伯等不及要买。他不是阿伯，他是干屌阿伯。为什么秋香我会那么？记忆力的哎，一饭团要偷偷跑下来，这什么东西？米勒蛋卷，一饭团的好意，心领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每个人一盒啊！一饭团，你是要下来跟我比碗力的吗？好吧，今天。因为我岳母也叫秋香啊。所以我对你的名字非常有深刻的记忆。哎，俊宏，你当初来我真的很熟悉的你啊。你外人看到你，我捌你诶。小白的迄个影片看到你啊，我想嗯，这人怎么认识的？这个是讲我的阿弟啊，忽然想起啊，很少我唔知道。讲真正，这阿姨的身体应该阁袂歹，脚无啥好，也无伊迄个，伊腹内应该拢还阁袂歹的，还很健全。你饭团，哎、欸、对啊，今仔无穿西装，你今仔无上班啊？你今仔有上班？啊！你唔插话的啊？哦，哇！今日又无穿穿来，好恐怖啊！不能说的秘密，帮你呀喽。怎样？那个拿回去给你老婆，我去给你老婆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你帮我提一万奖金好不好？我去给你老婆。他是在冰吗？不用啊，我去给你老婆。你帮我提一万奖金，我交你。哎，你儿子今天很早就下课了。有吗？还好吧，十点多就下课。绿饭团背影跟我有像，呸！我没那么衰，好不好？要不要随我讲话？休息啊！开啊，我开啊！绿椒啊喽，椒饼啊喽，饭团比较瘦，饭团瘦多了。简单，你是无代无志个，你的讯息收等要创啊？我哪要看咧？你给我收等。饭团比我高啊！
比我高比我帅，女朋友要比我多，还有什么钱也比我多。哦，你呀，你今天，你妈比事实啊？你妈名字也叫秋香啊？我要是遇到人，我要拍一个手，要不要等你？怎么那么多人叫秋香？昨天的货有到吗？什么意思？昨天什么货？Vivi 看不懂你的意思。三三 ，Hello。肥腿也很瘦，肥腿其实胖了。潜水湾，潜水湾不是潜水湾是台湾吗？你在里面看那么久，星期六第二次见面，你还记得我，厉害啊！哦，没事没事。我想说你的影片看那么久，后面那一句还没看到就被你撤掉了。秋萍秋香，秋萍点秋香。女朋友多，我的意思是说结婚前啊。今天在家那个彰化的什么西湖夜市啊，叫人公仔，我也有没听。建中要怎么称呼我？叫我嘉义彭于晏就好了。期待肥婆开箱。玫瑰螺现在就没有玫瑰螺了。我应该接下来会开箱那个凤螺啊，安娜。我要搁你摆。你要搁你摆啊？放几杯好了。看这個板子应该是啊，差不多搁两点外钟了啊。啊。差不多搁两点钟了。啊，搁两点钟哦。无啦，你家看嘛，知影要好啊。搁两点钟。跟你讲笑话啊。Richard 今天在西湖夜市哦，一进哈喽，阿力哈喽，你这台秋香的了，伯虎哦，领刚秋香的来现场，跟我打招呼，因老带因翁来，我哈，甲因翁号做伯虎。全职直播。不能说直播啦，我的影片直播是只有开工前这一段而已，其他我都是用遗传的，要修滴滴的，会大伤你。我家两台冰箱都满了，你可以那个买一台卧室的啊，卧室的一台可以就可以抵好几台家用的。你会带你妈去啊？你们如果来不能久站的，一定要来跟我拿椅子哦，都不用客气的哦。对啊，珊珊要去哪里？怎么那么快？白虎，说真的，白虎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在忙哦，好了，赚钱要紧，赶快去忙。任何事都不及赚钱的那个重要。翡翠真让人傻眼，怎么了？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少卖一箱牛排和干贝。其实昨天那个有点突，转变有点大啦。社头的那个昨天的生意太出乎意外了。没有啦，还是头多有人那个呢？有人讲伯虎少了人字旁吗？
那个谁建安说的啊，我是把建安的话讲出来而已。克斯德巴哈喽，洛哥说哥不会刺手就是白虎，不会刺手就是白虎，听不懂，我真的听不懂，我太单纯了。啊！你别我，玉饭团，你不要在我后面好不好？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中间一只。啊？我没有乱说话啊。肥婆有上来吗？有啊。肥婆好。中秋快到，牛排一定好。哎、欸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他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多带。牛排，我从来没有看过社头牛排卖那么好的，有点夸张。高雄应该不太会哦，大哥可以来台南啊。有啊，那大哥有啊。他回来拿牛排，还有干贝，还有黄鱼，全部。星期六在斗南，没错。明天有啊，明天礼拜四本来就休息啦。我要是礼拜二下班再过去社头 ，OK。早上呢又订了一波东西。哎、欸，啊、你什么时候要拿？还是你用宅配的？哎呦，差不多啊，要滑落了啊！哎，惊啊！惊啊！怎么？不要这样啦，不对，送礼来给肥婆，送礼送到家门，不要再，人家说送礼要送到家门外啊，所以你要我送去民雄就对了，送去台中、啊、可以啊 ，OK 啊，送去台中啊，文凯啊喽，没有少人字旁啊，德爸今天要下来没有吧？那个山水来。你们有代售吗？有啊，建中你要问价格，你加我的 line CYPUM， 加我的 line 我就会跟你报价了。CYPUM， 阿美，阿美 ，Hello， 四和，下礼拜再登。哎、欸，阿和你这样有点冒险哦，你这样下礼拜订不一定会在中秋之前到货哦。先跟大家讲一下，下个礼拜货运一定会超级忙，超级忙。所以黑猫从9月21号开始到10月3号，没有今天寄，隔天到哦。黑猫哦，预饭团说了，没有今天寄，明天到了，9月21号就开始了。对，9月21号就开始了。有打电话去黑猫。我们公司要寄东西也是一样，所以也有可能是中秋节后才会到哦。先跟各位讲一下，中秋节后是指礼拜一了哦，不是礼拜五六或日哦。骑电动车要记得充电。昨天一个80骑到没电，在路上晒太阳，有人叫警察通知孙子来充电。孙子说他常常没充电就骑出门。安尼足简单嘞，换一只食油的好伊就好啊。卖吃电的就好啊。宽哥，宽哥啊喽。昨天好像也有一个，好像也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要来社头，结果他也是骑电动车骑到一半就没电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不知道是没电还是怎样，反正他后来又去那个修一修，修一修又直接回家就没有来了。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。加油应该不太会吧？啊，至少加油你可以马上处理啊！哎呦，我阿陈要开始来看哦。哇，听到伊的麦克风要挂了，我就紧张起来。好啊，安尼今日就到这啊。我阿陈已经准备好 stand by。好了，记得啊，那个什么。礼拜五，下礼拜五六日，下礼拜四五六休息哦，不要多跑一趟哦。好了，等一下追集团的，各位拜拜。脆皮肥肠哦 ，OK OK， 拜拜拜拜。